2蚊罐可乐，5蚊一支乌龙茶。呢度啲物价就好似翻翻去40年前咁，唔怪之得有咁多人嚟扫货啦。呢个好似10蚊，呢个好似9蚊，呢个好似7、8蚊左右，系啦，10蚊内。你觉得呢个价钱点样？价钱我觉得几平咯。啱啱买咗啲咩啊？哦，我买咗两支茶饮啫，系嗱，就系咁样。两支茶几多钱啊？7蚊。你觉得呢个价钱？平咯，因为我有深圳帮衬开呢间。呢间内地嘅超市嚟到香港开铺，其中一间就开喺荃湾海之恋商场，同场仲有日本嚟嘅当期。不过呢一度主打一个平字，大家吸纳唔同嘅客源。呢度卖嘅唔少都系内地货，就连外国牌子嘅牙膏都系简体字嘅内地版，而价钱平均都只系10几蚊啫。如果想扫平货，除咗荃湾海之恋呢一间分店，佢哋其实唔声唔声已经喺香港开咗3间噶啦。第一间位于澳海城，第二间就系荃湾呢一间，仲有第三间喺葵芳汇。嗱，我哋嚟到葵芳分店就见到货架已经摆满货，有唔少工作人员喺入面，而门口就有张纸皮写住暂未营业，天日见。相信个天日咧就系指星期二